诸位同学大家好，我们继续来学习情书制药360第一册第三单元贵德七谦虚124条。相曰：劳谦君子，万民服也。这个一条啊，讲劳谦，勤劳而谦恭啊。君子啊，讲领导人啊，一个领导人啊，如果勤劳谦恭，必然会得到万民的敬仰啊和归服啊，就是爱戴信服啊，大家都对他非常的尊敬啊。这个是相传里面讲的啊，这个也是出自于啊周易啊易经。这是我们一般讲的勤政爱民，对这个施政方面呢 很勤劳。我们一般讲啊，勤劳那就有功劳了啊，那也必定会得到万民的这个敬仰啊服从。这说一个领导人呢 必须具备的一个条件啊，才能得到万民的爱戴。所以这个领导人不能傲慢啊，这个要谦恭啊，勤劳。好，这一条我们就学习到这里，祝大家福慧增长，华喜充满，阿弥陀佛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，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